最近脸书上最夯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开箱文，现在新竹地检署搭上开箱文热潮，特别安排开箱文画面展现科技办案打击犯罪的决心，除了各式的办公用品，就连泡面、提神饮料也入列在内。因为在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，检察官其实牺牲假日，周六周日24小时都在忙着查贿选的工作。那泡面呢，是因为其实要随时补充体力，蛮牛也是因为大家为了避免大家精神不济，还有咖啡机24小时的供应。那行军床呢，是希望让检察官有一个很舒适的地方，可以马上躺下来休息完之后，保持最佳的体力，再接着后续的侦查作为。开箱文的方式宣示我们已经万全的准备，新竹地检署也呼吁各位千万不要贿选。那本署会以最方便的方式，希望民众透过 QR Code 的方式或者是云端 FB 的方式来跟我们做检举，我们会用最隐秘的方式、最迅速的方式来侦办所有相关的查贿选案件。新竹地检署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宣导反贪反贿选，让大家一改公家机关的刻板印象。美女检察官、书记官、驻卫警也一并同框，展现亲民的一面。凯擘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。